家好，我是阿星。阿星现在在湖北恩施宣恩县的一个宁静的小山村。哎呀，这话可真够绕的。那这个村子有多静呢？站到这个吊桥上，只能听见鸟叫的声音，还有我脚底下水流的声音。就在我的身后，叫做彭家寨。现在能看到这个村子里的建筑非常有特色，这些呢是土家族特有的建筑，叫做吊脚楼。那这个村子也是土家族的聚居地。我站到这儿啊，确实是静，你看连点人说话的声音都没有。刚才呢就看见两只小狗，还挺可爱。走呢，咱去这个村子逛一逛。哎，另外说一句啊，我看见这种吊桥啊，就特别想晃。哎，别晃别晃，这素质，注意素质。现在我就站在这个村里的广场上，哎呀，今天是特别冷。你看着没有人啊？我看每家还冒着烟，可能这会儿正在做饭。啊，这里有三个碑，给大家讲一下。它叫彭家寨，也叫两河口，是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叫两河口村。这个彭家寨离恩施的市区开车是一个半小时。这个碑上有个简介啊，寨中的吊脚楼属于甘蓝式的建筑。啥叫甘蓝式建筑啊？就在这里呈现出来了，后面高前面低，依山傍水，上面有木质的栏杆，这叫甘蓝式，就长了个知识。阿星在这个村里转了一会儿，咱先不说这个村子有多少年历史，你就看这个桥，叫做凉亭桥，这里写着建于1859年，真的有历史了。走一下这个有历史的桥，全是木质的，的确挺凉快。这大冷天呢，咱也不需要这么凉快，真是凉亭桥。哎呦，这是猪啊！一个小猪佩奇，看着还蛮可爱的。土家族每家每户都喜好养猪，然后来年呢就做成腊肉了，真香。除了猪呢，还有鸡和鸭，也挺香的，反正。那除了猪、鸡、鸭呢，还有这些农家菜。啊，都是有机的，非常的绿色。哎呀，这一说着口水又流了。来到这儿，咱是美食节目是不是？咱看完风景呢，一定要尝尝当地的农家乐。走这儿。进了屋啊，就可以烤会火了。这个村口有几家农家乐，价位很便宜，就是自助式的，50块钱一个人。像我们两个人啊，就是100块钱。他给你配一些菜，比如说什么鸡呀、啊，然后肉啊、菜呀、啊、蛋啊，这些都是土家族的特色菜。咱一会儿尝一尝，先烤会火，太冷了。这包包要吃黑，他们带了那个湖北宣言一首。今天这个专门是做米饭的，是吗？哎，这个锅就做米饭。哦，这炒菜。哎。三个大灶。哎。一直熏是吧？哎哎哎。哦，老奶奶说话听不懂。那除了这个肉，还有鹅，还有啥能熏？腊肠是吧？腊肠。哦。嗯。主要吃的熏味儿、辣味儿。来这儿一定要品尝土家族的，就是大姐亲自做的这个炸广椒，在里边一直放着呢。哦。对。这个还要用这个稻草，不是稻草，这是棕叶子。棕叶是吧？密封起来是吧？嗯。啊，能闻到一股那种酸酸的味道。酸味儿啊！哎呀，这吃的才是正宗的。这
虽然有点酸臭味，但是吃起来应该是特别好吃。好吃哎！辣不辣？酸辣？一点点。哦，一点点辣，主要是酸。这个是用啥做的？这个是辣椒啊。辣椒还有啥？这个白的是啥？那个玉米粉呢？哦，玉米粉啊，哦，玉米粉，哎，哦，黄黄的。啊。然后一炒就可以了。对。这么冷的天呢，你为啥要坐外头？我也想问为啥，就是为了后边的风景。你看阿星这吃货敬业不敬业，咱的里头呢都是大白墙是吧，不好看，咱就要这个风景。哎呀，虽然是有点冷啊，你看这气，太冷了。土家二人餐就好了，非常的丰盛啊。最值得吃的就是腊肉炸广椒，还有土鸡，这个正儿八经人家养的这种走地鸡土鸡，光看上面这油就能看出来。这个农家乐呢还见了俩名人，一个呢就是刚才那个老奶奶，是90多岁了，这个村里头啊最老的老寿星，还有就是做饭这个大姐，这两位呢都出现在这村里的这个宣传海报上。这么丰盛，先从哪个吃呢？你肯定觉得是先尝尝腊肉是吧？那你就错了，这腊肉呢能加热，这么冷的天呢，这一哈气都哗哗哗哗冒热气呢，咱赶紧吃吃这个土鸡。因为我害怕上面这层油一会儿干了，这个土鸡啊它熬出来这个油就和一般的这种超市买的这种鸡是不一样的，你看特别的油。哎，这随便一夹啊，就是我最爱吃的这个部分。嗯，真鲜呀。嗯，好吃。这种成天跑的鸡啊，它吃起来啊肉质非常的紧实，你看，哎呀，很弹牙。且不说好吃不好吃了，味道放在一边，坐在这个山里头，这个环境太棒了。刚才那俩狗呢？一会儿给他们留着，喝口鸡汤。哎呀，太鲜了。这一小盆鸡汤都不够，一会儿问问大姐还能续点汤不？咱肉不要了，咱能续点汤就行。嗯，这个汤咱就留着，一会儿泡饭吃。那跟这个土鸡配套的呢，那当然就是土鸡下的土鸡蛋，金黄金黄的土鸡蛋，葱花炒鸡蛋啊，给的量挺多的，这一份儿这么大。嗯，好吃，这葱花特别香。人家这儿的饭为啥这么好吃啊？连这个米饭都很香。他所有的菜都是拿大铁锅，我现在就想啊，来点蛋，来点这个汤，土鸡蛋土鸡汤，然后是土家菜。嗯，哎，这就不过了，要了亲命的，我跟你说。咱就尝尝腊肉，先给它拌一拌，它上面是腊肉，底下是豆干儿。哎呀，这大肉片子看着真过瘾，来块底下的蘸点汤汁。哎呀，看这肉片子，吃这种腊肉啊，一定要吃这种拿起来就让布布愣愣这种肉片子，有肥有瘦，这才过瘾。配点米饭，嗯，哇，这个皮嚼起来筋筋的，然后里边的瘦肉呢嚼起来是那种沙沙的感觉，然后肥肉呢是咔嚓咔嚓有点脆，这腊肉吃起来啊有一股烟熏的味道。那走到村子里头啊，
就感觉那每家每户啊，站在门口你都能闻见这种腊肉的味道，因为家家户户在灶灶旁边啊都会来熏这个，一般用的就是松柏枝，底下烧火，上面挂着腊肉，什么鹅呀，然后香肠啊，这些其实都可以熏，熏个两三个月，储藏呢可以储藏一两年都能吃，这是土家族的饮食习惯啊。老奶奶来看我来了，冷是吧？冷，不冷不冷不冷，没事。这后边风景好看，一看这风景啊，哎呀，一看这寨子，这心里暖和着呢。这这么会说，好好，我吃吧吃吧吃。哎，老奶奶说话就听不太明白是吧？但是人家非常的热情，你看专门过来给你打招呼，说哎小伙子这冷，这冷呢冷呢就是冷的意思是吧？咱猜也能猜个差不多。咱接着说这个腊肉啊，用烟熏完肉以后，这种制作方式也是世世代代土家族先民的这种储藏方式。因为这里啊天气比较潮湿啊，湿气大，肉呢不好保存，那古代也没冰箱是不是？但这种腊味啊其实在很多地方都有。然后咱今天来到这里啊，就是尝的是土家风味的腊肉。嗯，香。再尝一下纯瘦的，来点红椒青椒加了一块，哎呀还加了个豆干，你看。嗯，真下饭，真下饭。这桌菜啊，一个是豆腐，一个是里头的豆干，这个豆腐千万不能和腊肉放在一块，因为呢这个豆干也是用烟熏过的，所以说它的味道不会串味，熏肉熏干。哎呀，我感觉这熏干一沾着汤汁就比肉都香。在土家族这里啊，有一句话是三天不吃的酸和辣，心里就像猫抓抓，走路呢脚软是眼又花。这句话啥意思呢？就是这儿人啊喜好酸辣口味的。这个辣呢大家能理解啊，就是辣椒啊。这个酸呢是啥？可不是醋，这个酸指的是酿啊，就是发酵的这个过程。这里啊叫炸，炸啥呢？就我眼前这盘菜叫做炸广椒。这个炸呢是一个制作工艺，这个制作工艺呢其实很简单，说白了就是在坛子里头发酵。这坛啊已经有一年多了，哎呀这个味道当然现在闻不到，有一点点，在刚打开的时候，哎呀特别的臭，是酸臭酸臭的。这个叫做炸广椒，这个炸呢就是发酵，那广椒是啥呢？就是辣椒啊。其他地方有叫炸海椒的，还有叫炸胡椒的，还有叫炸辣椒的。那它这为啥叫广椒呢？因为这里自古没有辣椒，这个辣椒呢是个舶来品，就是广椒。这广的意思呢就是外来的。这个炸广椒其实很简单啊，它里头是生的玉米粉还有生辣椒放到坛子里头发酵，发酵完以后用油一炒，这个也可以单独吃，就像我现在。真的很好吃，因为它里头有玉米，一炸以后就像粮食一样，也可以呢用来当调剂品，像个调料一样，比如说是炒土豆，哇真是酸，酸酸辣辣。咱再配点米饭，炒白菜，我发现很多美食的诞生啊，都和当地的储存方式有关系。比如说这个腊肉，再比如说这个炸广椒，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就是这个道理。再尝一下这铁锅煎豆腐，这叫山好水好豆腐好，这腊肉更好。那讲到腊肉，刚才看到那个九十多岁的老奶奶，你就想到，很多人说吃这种烟熏的腊肉不健康，那简直就是放。为啥？你看九十多了，那天天吃腊肉，我刚才问了，不吃啊都睡不着觉。你看。这不是又骗我来吃腊肉。好，这顿土家族的美味我就吃完了。它这个味道怎么说呢？就是很简单，就是肉有肉味，菜有菜味。你别看这个肉有肉味，菜有菜味，这很难达到，因为你这个食材要非常的好。做法也很简单，就放点盐，放点酱油。但是哦，吃的味道一下让你想到了就是小时候的味道。这小时候是啥呢？就什么东西都是无公害的。你看人家这腊肉是自己做的，鸡是自己养的，菜是地里拔的，真真正正的吃到了农家菜的感觉。这人也非常热情，你看这老奶奶啊出来看了我两回，就说哎小伙子你到底冷不冷？哎不冷，这后边这环境好，这心里贼暖。那这个彭家寨呢目前正在开发当中，再过一两年呢可能就开发成一个景区了。刚才看到的在那边一个非常魔幻高耸的建筑啊，就是当地土家族的博物馆。一两年以后啊，这里可能基础设施更加的完善，那到时候大家可以来这旅游，看一看寨子，尝一尝美食。好，那就这样。
哎，对了，另外说一句，炸广椒真的是一个，就是不是一般人能接受的美食啊！点的时候要斟酌。好，那就这样。